哎，对，我不在这转一转 ，OK。对，可以阿尔法，走，翻着呗。啊，没。这个你叫他一下啊。突然间，一个小手拉了过来，那一刻，我突然间感觉，哎，手虽然很小，但是感受到一种力量吧。往下台阶，就是台阶是吧？没有，我们走一个。啊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好嘞，谢谢。阿尔法，你今天小朋友带我们。哦，这都是景色是吧？我印象最深的话，就是他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那你游一下吧。”他没有说：“那你看一下吧。”我感觉是很周到。那您现在就会游一下，我要及时。我眼睛没有出问题之前，我是去过厦门的。以前更多的是在意的是风景。小朋友让我感受到了厦门人们的这种善良和温暖。抖音。